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翔，好，欢迎收看这次的阿翔盆栽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各位粉丝，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请订阅汉姆翔 TV。好，然后按赞、按分享。好，最重要的是铃铛要记得打开哦，才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。走一趟我的小花园。好，那。带大家看一下，啊 ，Let's go！ 好，我们先看到的是八卦红，哦，八卦红，先染一种，它据说可以降火气的，跟那个警察队一样，好，那就出发。我比较喜欢春天跟夏天呢，因为这季节是植物的生长季节。最旺盛的时候，大家再看一下，先走一下。啊，这是真粗薄，这是我前两天所扦插的真薄。就是那个好了，我试那个了，用那个示意图来试一下真薄，是不是会发根？今天主题是带大家来看我最喜欢的这两颗杜松，这树形我蛮喜欢的，S 型的树形，你看，哇，不错啊，各位。然后这也是，有点粗了，粗干。好，如果各位教大家一个小撇步了，什么小撇步呢？就是繁殖啊，因为之前我介绍过了，就是你当你在修枝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片子剪下来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扦插，不要浪费扦插，那就会变成。拿一下，这样，小小的扦插，然后发根以后，你再移植到小盆里面，再过一阵子，就会变成这么大颗，然后再修，这边还有一颗，这个我也扦插很久了啦。对，你看，除了这，找时间再来一株了。这送两子哈，你看，就两颗了，随便插就随便生了，真的啊。如果喜欢杜松的人哈，可以来分享一下。你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呢。各位，那有个好消息就是。当汉堡翔 TV 阿翔听到如果有满1000人订阅的话，那我会送小盆，小盆哦，有真粗薄、真薄、杜松但是要来自取哦，没有错，要来自取哦。那就放去了。其实我认为啦，最好繁殖还是杜松的，是最好繁殖的。对啊，还是非常好照顾的一个植物了。对啊，土壤我是建议用，个人强力推荐用阳明山土。它是跟那个茶树是。共用的我个人非常的确定，因为这是 M 三土还长得不错，看金胎的，蛮不错的那如果各位对今天影片有喜欢的话你就订阅按赞、按分享，记得铃铛打开哦。
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